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上海小鱼儿。大家都知道，我非常喜欢画画。那爱画画的人就需要绘画工具。那今天呢，就拥有这个诺贝尔童绘画套装，好大一盒啊！看这个颜色是不是特别豪华？拎在手上是不是特别有范儿？你们是不是很想知道里面是什么呢？那我现在就把它打开吧。不要以为这就完了，我还有。锵锵！是不是被震惊到了？是不是感觉哇，我好幸福啊？那给大家一一介绍一下吧。这个呢是马克笔，12色的。好，给拆一个，大家看看。是这种像水彩笔一样的头，不是扁的那种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画出来什么感觉，颜色这个感觉还是非常的好，而且写起来超级顺滑。这一套呢就是勾线笔，12色的，是双头的。哪一个？这个是啥颜色的？土黄色的。然后细头。接下来呢也非常顺滑，不错不错。现在介绍第二层啊，这个是24色的蜡笔，现在拿一个紫色的给大家试试看，好看。这个是6支彩虹铅笔，3支黑的，3支白的，但是呢它写出来就是普通铅笔的颜色，只是这个头像彩虹一样非常好看，那我就不拿出来给大家展示了。好，送了一个红色的卷笔刀，还有一块橡皮。现在我介绍的是另外一半。好，这个呢是12色的，也是蜡笔，这个名字叫旋转丝滑蜡笔。它呢是比较便于手拿的，也比较长，然后它还可以旋转。不够的时候就转一下就会变长。它应该写起来非常丝滑吧。哦，这个真的是一个字，绝好。最后一个板块就是我最喜欢的绘画工具，看24色彩铅，选一个最喜欢的蓝色。用起来感觉非常舒服，画柯南里面的人物都喜欢用彩铅来上色。我感觉拥有了这套画笔，不爱上画画都很难啊！我感觉我真是太幸福啦。你们觉得这套画笔怎么样呢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啊！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加评论哦。